你的娱乐活动其实该有的其实都有了，对，就是我们比较享受去泡脚，因为泡脚还蛮舒服的，暖一下脚，就还有会比较放松一些，因为平时太累了。经常有互组局去组合去泡脚，不一样的组合去组里面。横店啊，基本没什么娱乐生活啊，累了去泡个脚啊，然后健身打篮球啊，就这些生活。